慈济及劳分会的岁末发放，邀请超过300位照顾户及家属前来相聚，相聚进食堂，出动将近200位职工，让他们感到宾至如归。在活动开始前，室内有义诊区，关心照顾户和家属们的健康。在进食堂外，还有社区志工在义检区为大家打理门面。这其实做义检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，因为可以帮到人家，又可以觉得自己做了一个很有爱心的东西，然后觉得挺不错。现场还有一些志工、照顾户和孩子们参与剪纸和挥毫，自己制作更有福气。粘在我妈妈的家，拍照给我的朋友看，第一次剪。岁末发放活动开始，除了影片分享、慈少手语演出，还有双脚截肢的肾友借由自身经历故事勉励大家，在新的一年更要积极面对生命。我心想，我要学他也这么快乐咯，也这么坚强哦。我要照顾我四个孩子，我先生已经去世了，所以我看到这个我很感动。大家在进食堂凝聚善念，上达天听，祈求无灾无难，接着让竹筒回娘家领取新年礼包，再与大家一起欢喜围炉迎佳节。来到这边一家人的感觉真好，很幸福啊。一家人的温馨欢聚，大家咽藏不住的笑意，带着满满的爱心与祝福满载而归。带新闻颜如燕、吴玉才、谭如卓，马来西亚吉打采访报道。